大家早啊，我是太太。今天我们来到桃园的永安渔港，要看看有什么鱼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有什么鱼种啊，就试看看啦、啊。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去啦。钓鱼人的坚持啊，下雨天就是要钓鱼啊。我们也是下雨天就出发了，热血。我要来介绍这一把核心钓具敲底猎人，它是一本半设计的，这是目前它的盒装部分，给各位参考一下。这一把杆子它是采用一本半的设计，杆尾的部分一体成型，实心玻璃纤维，轮座采用日本富士 DPS VFSD 轮座，导环的部分采用日本富士 LDP 加 LC 导环，分别为有四种规格。80号、120号、150号、180号，它的涂装真的是蛮漂亮的。这一把杆子用在于西部鱼礁、澎湖海域，哦，要敲底都没问题的。等一下你们影片看到的是我手上的拿的是150号。哦，来拔！哇、哦，拔拔拔！哇、哦啊，哎呦，水啦！安尼就对了，第一杆就十班了，粗的粗的哦，水哦。小心脚哦，小心脚哦！第一次看到新朋友，石斑很奇怪，那真正的鱼礁不躲，它躲在那个外面边边的，这种鱼就很奇怪。之前我也是啊，被钓怕了。来啊，危险啊，上脚啊，让脚，这不能开玩笑哦。看看了，第一尾就震撼教育了。你这么厉害？怎么那么厉害？好了，要下单的了。螃蟹立大功哦，看能不能找到一只大石斑，不要太大，十斤内就好。对，对啊，那什么鱼？哎呦！哦，哦。这个，好笑。虽然比人家小，但是至少品种不一样。这好好找哦，一笼啊，1600元的。对。你看拍卖。这个它也太贵了吧。这种。它线不粗啊。因为你线不出啊，结果是蔡远比较有鱼，这一只应该是他跑掉那一只哦。嗯，不要出声。我今天电解的会呀。我现在进入人家政府。啊，对对。哇塞！5斤有，五六斤的，五斤多那边的，嘿，漂亮，加压性，啊，我怎么没遇到呢？没有啊，啊，差太多了，对呀、啊。有啊。小只的最好，你不要大只的啦。小只的哎。晚上钓到的、喔。哎，真的很漂亮哎。来只大只，我看多大只啊？哇，那只大只，哎，船要拉。哎呦，漂亮嘞。哎。那我钓嘞。我船要收板子。拉多久？电动的了，难怪。不用长竿，不用长竿钓的，一下就。
你看家里这么大只，不错哦。那一只也是赤空啊，都是赤空啊。哎呦，哦，对了，风子底下可以抓到只，哦，中了。哎，有鱼吃了。到时准备好啊，带你来去玩的啊。直接杀咬。会不会又是鲨鱼？不会吧？哎，来多钓个两三条，回家里母亲节就有了。就是要这种等级的。那白小豆今天要钓一些鱼，到时母亲节要用。哎呀，谁知道？不乖呀、啊，又下雨了，不乖呀、啊。哇，掉了！把杆子有点分量哎、欸，掉了，有点分量的哎、欸，掉了吗？哎呦，不要石头啊！哎，好可怕、啊！哎呦，哇、哦，你们怎么酒酪？酒酪，你们现在怎么都会有这种货色啊？西海岸的酒酪很好吃。哦，我今天带你们有钓酒酪，我的任务可以了啦啊、哦！这种你也可以糊弄过去，这种话你也讲出口啊？啊，不就讲一些撒狗血的话、啊？对，这一段没有了，我们再看。不用啦，不要飘了啦，不用开了。你看我们这飘还不一样有，因为鱼礁没有鱼啦，因为你们这是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不爱钓鱼礁？因为大家你有，大家也有。你看，对，是。你有，大家都有，所以哈，人家都很坚持打鱼礁。那、啊、反而我比较不喜欢打鱼礁，我都喜欢打鱼礁的后面，不然就侧边，比较有东西啊，那个重，你要不要？对不对？比较有东西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看，妈的，我一只虾，妈的烂狗狗，用了不知道几次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不需要开回去，就一直飘就对了。那就我们就先控好垂直就好了，还蛮有的、啊。那等一下拉个，本来就可以钓啊，现在没什么理由。那你看，一下去就中了，厉害啊！所以我才说不一定要钓那个胶啊。哇！哦，航班的。哦，这只就是航班的。啊，真的不需要特意去钓鱼胶，对啊，旁边的比较好，都漂亮。你看这只哦，大嘞。要这种赛事的，很优的。来，十八九米，没事，去。10到20米之间。哦，灰灰啊，大灰灰。我觉得应该有11、12米有。大灰灰啊。哦，12米哦，很大量的。哦，算。大灰灰。它好像在表层而已呢。对。其实没不用钓那么深的。哦，你看。我都钓表层而已。15米。来，大注意，哇，这钓到青海，夸张了，
很怪。我是给大家至少要吃这种水。又接走，又接走。哦。你必须会游，不然你难住啊。比较成就感，现在敲底不太会响，因为别的水不够。兄弟们，加油啊！一点半了啊！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，感谢各位收看，下次见吧，拜拜，记得订阅我们。